就这一天了，等今天过完了，我就再也不会烦你了。能走了吗？去哪儿啊？800万。小姐，您预留的手机电话号码已经变更完毕，请问你还需要别的服务吗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哦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你的积分已经可以兑换礼品了，请你看一下这张宣传单，选择你想兑换的礼品。看你有什么需要的。都是家居的东西，不适合我，你挑吧。蓝胖子，你想要玩具吗？想。啊。好。哎，接下来去哪儿啊？轻点，轻点，疼疼疼！哎，疼！你老公眼睛都快瞎了。老公，你都快把我给弄丢了。哎呦，我怎么会把你给弄丢了呢？我们俩都分开好久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我主要发现一好东西，哎，你看看，在哪？这。你没觉得这凳子的设计还挺简单的吗？老公啊，这种材质一般都特别贵。贵，但是那好就值得呀。那你喜欢吗？我喜欢不重要，主要得你喜欢。你喜欢就是我喜欢，你讨厌就是我讨厌，我都随你。买了，走。走啦。哎。有点硬。硬啊。嗯。那不咱们再挑个软点的。咱们把这儿床全都躺遍了，就他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床啊可不能凑合。嗯。要咱们买一床，怎么不也得睡个9。